工程今日为施安娜新推出的月饼担任代言人，今日举行电视广告首播仪式，主办方特别安排阿润做龙女出场，演给皇帝出巡班，气势十足。现场还有四位美女分别以比基尼、兔女郎及旗袍的打扮，拿着四款不同口味月饼给阿润试食。阿润表示自己从小便爱吃月饼，每逢中秋节都会吃不少月饼，现在有很多不同口味可以迎合大众，并且阿润还透露曾经想开一间咖啡店，只是现在愿望未达成，却做起了月饼的代言人。中秋节即将到来，他还会送一份月饼给母亲，而这次该品牌还特别设计了一款月饼，里面不仅有阿润送出的祝福，厂商也将月饼的全部收益全数捐给博爱医院，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。这个新型的月饼呢，里面是 双网莲蓉，白莲蓉是我最喜欢吃的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混食稀啊，这个都是我有一些祝福语，就比如说 Aaron 祝福你健康 fit 一世，然后这个 Aaron 祝福你潇洒美丽，还有 Aaron 祝福你理想达到，还有一款呢就是 Aaron 祝福你成就非凡啊，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。那我希望把我一些的旺气啊，把我一些衷心的一种祝福啊，可以传达出去，给喜欢吃月饼的朋友，也喜欢做善事的朋友，能够在这个佳节上面一起做这个节目有意义的事情。说到这次代言的酬劳，阿润坦言从来都不会理会，都交由公司全权代理。对于首次做月饼代言人，他坦言好开心，觉得很有口福，可以做慈善更可积福。